汪小菲炫妻，大 S 肌瘦成锥子脸，心中也有一颗大石头落定了。大 S 近两个月来瘦身有成，很瘦了10公斤，和先前丰腴体态有明显落差。虽然他表示还不想公开现身，要等到完美体型才公开体重，但他20号在微博抛出小露相间和老公汪小菲的合照时，看得出来已瘦回瓜子脸。汪小菲30日偷偷晒出一组和大 S 以及儿女到儿童新乐园游玩的照片，照片中大 S 看起来又更加消瘦，尤其她的脸犹如当年美容大王时期的锥子脸，开心灿笑的模样犹如少女，完全看不出来已经41岁。大 S 的瘦身秘诀包括少吃和运动，营养师开的食谱她都减少一半，一天只吃早餐和午餐，还有请老师来家里教皮拉提斯和瑜伽，以及一周做一次重训。对此大 S 回应，我其实才瘦1公斤，因为我瘦的都是体脂肪，所以看起来就瘦很多。她说现在是4字头，比婚前拍戏的标准体重42公斤还是多了一点，但我不想再瘦下去了，因为现在体重刚刚好，穿衣服好看，带小孩也有体力。大 S 透露她花1年瘦30公斤，过午就不吃东西，吃的都是水煮食物，菜多吃肉少吃，陪老公应酬，整餐下来也只会吃4-5口。汪小菲在微博表示，虽然这组照片没有经过老婆同意，但还是要发一下，主要是瘦啦。不过照片晒没多久就被删除，看来是被老婆大人骂咯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